一傻那个绿的、啊。傻鸡蛋啦、啊，而家可以直情摆晒鸡蛋落去。真系得啦，而家摆鸡蛋落去噶，唔系假噶，全眼嚟噶喎，你都有烟噶啦，系啊，几多只？几好玩啊！值得推介嘅咧，就是、一个我哋未试过嘅，叫做咩池呢？叫做观星池啊！点解叫做观星池呢？因为佢呢个池入面咧，系一个岩洞里面，然后点啊？系通窿嘅，咁你咪可以喺度望星星咯，系咪？值得你啊！